嗨，大家好，我是 Yuki。 今天这一支视频呢，又是一期村庄的分享。本来说这一期就是录一支就是外套专题合集这样子，因为之前有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说想看外套嘛，但我自己就是最近买的外套好像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呢还有就是两件外套就是还没有发货，我等的真的是非常的着急。就是我知道就是南方很多地方现在已经开始比较热了，如果说我等这两件外套一起录的话，我可能就会来不及。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跟大家分享的就会比较综合一点，里面有外套，然后裙子、衬衫，然后还有一些裤子。那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一定要记得给我长按点赞，给我一条龙服务。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第一件呢，就是这样一件黑色的西装外套。我觉得黑色西装外套应该是每年都会穿，然后也是非常经典和百搭的，就像黑色大衣一样的存在，所以就买了一件像这样子的。然后它的版型呢也是比较宽松的，就不要买那种修身的，会比较像工作服，然后宽松就会显得比较的就是休闲一点嘛。然后这一块它的袖子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看它里面全部都是这种条纹的一个内衬，所以它袖子这一块也是有一个条纹内衬，就是可以把袖子这样子翻上去穿，就会显得就是有一点小特点在这里嘛，就像我之前买的那件黑色大衣一样。这件西装外套的长度呢也是超过我屁股，就是盖住屁股这个样子，因为我的胯比较宽，就是会遮住就是胯宽这个就是小缺点吧。因为像有的人可能肉多一点，我觉得像这种长度的西装外套也是很友好的，就是可以遮肉嘛。然后这件外套呢，我有做几个穿搭，因为我觉得黑色其实真的是挺好搭配的。然后里面搭配一个随便的一个 T 恤就好，下面搭配像这样一条白色的裙子，遵循一个黑白配的一个搭配吧，就是非常的经典，也是很和谐的。然后这条裙子它是比较长的这种，哎呀，我拉到这么长，就基本上到我脚踝这样子。然后这一条呢，它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百褶裙，就这里全部都是褶皱，就是会显得我们腰部这一块呢，就是可以显得胯稍微就是细那么一点点，就是有遮肉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一条裙子它下摆都是这种不规则的，你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是比较短的，然后这一块呢又是比较长一点的，就是下摆不规则吧，这样子。它裙摆整体是非常大的，就是还蛮有特点的一条裙子，然后搭配在这条就是西装外套里面，我觉得整体就是非常的温柔，然后也是显得整个人气质很好的样子。而且这条裙子我觉得质感真的是挺好的。然后呢，如果说不喜欢穿裙子，我觉得穿裤子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这条白色的牛仔裤呢，也是我最近收到我很满意的，就是之前在那个三八购物车分享里面跟你们分享过的一条裤子，就是这样一条白色的，然后它是这种迷线的牛仔裤，就这块线啊什么全部都是这种棕色的线。这个是西域的一条就是牛仔裤，你们都知道我很喜欢米白色，但这一次呢我买了一条就是白色的牛仔裤。这一次我为什么要买白色的牛仔裤呢？因为我之前看一个穿搭，就是看到别人穿那个白色牛仔裤，觉得显得就整个人好精神啊。然后这条裤子它版型也是这种就是比较直筒的嘛，也是非常好驾驭的，反正也是比较显瘦遮肉的这一种。然后就主要是它这个明线的设计让我很喜欢，就是没有那么的普通。它本身是配了一个腰带的，但不是这一个腰带，我是配了一个黑色的，因为它配的这一根腰带是在这里，对，它配的是这样一个跟麂皮绒的这种腰带，然后它的扣子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看的，但是因为它这个扣眼我觉得有点少，就是我扣到最后最细的那个还是有一点松，所以我就自己搭配了一个就像这样的一个腰带。我觉得其实白色的裤子还是要搭配像这样棕色的腰带会更好看一点，会更协调一点，回头我自己会再去买一根。然后这条裤子我觉得整体质感还蛮好的，就是面料是很舒服那种，也是有一点点厚度的，就整体它的质感手感都特别好。然后还可以搭配像这样的裙子，我觉得也是可以的。然后它是一条红色的格纹裙子，因为黑色和红色的话一个搭配的话也是比较经典的。然后这样呢是一条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吊带裙这样子的，然后它长度还挺长的，而且这里是有一个就是侧边有一个开叉，我觉得还蛮活泼的一条裙子吧。它的长度呢，我160是到我小腿肚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长度是可以接受的，还是蛮协调的吧，搭配就是过屁股的一个就是外套的一个长度。然后它这一块呢是我很喜欢的，就是这里就是这个位置就是胸下面一点，它是有一点点褶皱的，就在这一块有个交叉褶皱在这一块，就是对我们这种就是没有胸的女孩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友好的，然后也会显得就是没有那么的你们懂的这个意思。然后这条裙子它是一个就像这样的双吊带这样子，
这样子给你拍一下，它吊带这种双吊带的，就是还挺特别，挺好看的，我很喜欢这种小设计的感觉。然后它整体呢，面料也是很舒服的，就是这种棉的，但它没有内衬，就是薄薄的一层，反正就是比较适合春夏。如果像这样的裙子，我觉得单穿也 OK， 如果说保守一点的话，可以在里面搭配一个 T 恤也是可以的。我这条裙子搭配在就是黑色西装里面，我觉得就没有那么的单调，就会显得哎这个人好活泼，然后会显得有一点点就是小俏皮的感觉，我还是挺喜欢的。这件风衣外套呢，是我这一次收到的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满意的一件。首先为什么就是一件卡其色的风衣外套，其实是我觉得非常基础和百搭的。然后呢，它是一件就是比较长的风衣外套，就我160，然后穿到我小腿中部这个样子，真的还是挺长的。然后我觉得像这样一件风衣外套吧，其实155以上，我觉得据我穿着的一个感受来说，我觉得都是可以驾驭的。为什么说这件风衣外套它这么长，我又说155以上就是可以驾驭呢？因为它的整体一个版型是比较直的，这种基本上就是一个 H 型的，它下摆可能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小裙摆，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裙摆，就是一个比较直筒 H 型的一件就是风衣外套吧。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一块呢，就其实是一个衬衫领的一个设计，然后直着下来都是像这样的扣子，它是可以就是披着穿，或者说把扣子扣上，然后把这个腰带系上，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看的。包括它的一些就是袖口的一些特点啊，就是这一块这个扣子，还有它的腰带这一块，这样的扣子其实都是非常基础的一些就是一些装饰吧，比较基础的一个就是长款风衣外套。然后因为它是直筒的，就是你把那个扣子全部扣上以后，或者说敞开穿，我觉得都是非常会显得整个人比较就是笔直立挺的那种，不会显得就是说一件很长的衣服然后很压你的身高，会压得你就是会显得个子更小然后更矮，这样子反而不会。我觉得这件就是特别的好驾驭，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子很小，然后我肩膀又很窄，就是整个人它不是说衣服架子，就衣服穿在身上，很多衣服我是就是太大然后太长，我是就是架不住的。但是这件衣服我觉得上身效果特别好，而且我记得我买这件衣服花了160多块钱，然后我觉得整体质量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因为我在里面就是它里面的一些走线什么的，我觉得做的都是特别好的，包括我觉得拆开之后我也没找到说是哪里有很多线头啊什么的，都处理得很好。你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就是这是里面的一个包边，我觉得做的还是蛮好的，就是真的是做的蛮走心的一件就是风衣外套吧。然后我觉得这件衣服呢也是小个子很好驾驭的，我里面呢搭配的是这样一件就是粉色的这样一件衬衫。这件衬衫本来我买它的时候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因为我觉得粉色这个颜色真的实在是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是粉色的衣服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不太能就是 hold 住粉色的衣服，所以就是特地买了一件像这样子的粉色衬衫，就说想试试看自己合不合适。没想到就是我收到之后就是无意中想了，哎，把这个做一个内搭，然后搭配在这个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个就是不一样的效果呢？没想到就穿上之后就真的效果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我自己很喜欢这种混搭的风格。因为粉色衬衫它是那种很骚气的，然后又会显得很娘的这种风格，然后像那种风衣外套呢，我觉得就是比较硬挺的这种，就是搭配在里面综合一下这种中性和比较娘的这种风格吧，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就是效果搭配起来我觉得会意外的让我感觉到很惊喜。而且这件衬衫呢穿起来是特别舒服的，你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垂感是特别好的，它是那种棉的，然后呢又是特别柔软的这种材质。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小小的就是缺点吧，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下摆，就我穿的时候因为就折到那个裤子里面，所以它会有一点点皱，反正就是比较容易皱的那种材质。但是我拿那个熨烫机就是稍微熨一下它马上就好了，或者说你穿脏了把它洗了之后一挂起来，哎，它马上就好了，反正我觉得也是挺好处理的。而且这一件衣服就是重点在于它这个粉色很好看，基本上应该没有色差吧，我看就是这种粉色真的特别好看，就是比较骚气的那种粉色，就是搭配在很多比如说你白色的衣服里面黑色的衣服里面，就是做一个内搭它会非常的出彩，就显得很特别。第三件外套呢就是这样一件就是米白色的皮衣外套，它是这种米白色、杏色、奶白色都可以这么定义吧，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就是很温柔很日常的那种颜色。这个是之前就我跟你们分享的那个风衣外套的那一
个就是淘宝店的店主，然后给我寄的他们家就是春季的新款。我收到之后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这件外套就是质感也很好，然后首先它的颜色我很喜欢，因为是这种就是杏色米白色嘛，然后我家里就是黑色的皮衣外套其实已经有3-4件了，反正就是像这样子的是没有的。它整体的一个版型就是比较宽松的，有点像这种就是像牛仔外套的一个就是版型吧，有点像夹克似的。它的扣子这一块呢也是配了一个像这样子的特别一点的这种琥珀色的扣子，反正也差不多都是同一个色系的，我觉得也很协调，然后这个小细节我也很喜欢。它的袖子这一块呢就是它袖子是比较长一点，对于我这种手比较短的人来说我觉得可能会有点长，所以我把它翻起来穿我会觉得比较的日常一点。然后搭配上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好搭的，因为米白色嘛，首先它包容性很强，然后就可以搭配很多衣服。这次我依然在下面搭配的是这个格纹的裤子，这个格纹裤子在上一期上上一期都提到过，因为这条裤子我觉得也很好穿嘛，而且和这一件就是皮衣外套我觉得也很搭，因为它们的色系是差不多的，都是这种浅色系，然后大地色系都是比较的协调，我觉得这样一套的话春天穿出去就非常的清爽，然后也显得就是整个人年轻一点，这一套我还挺喜欢的。接下来呢又是一件风衣外套，这一件外套呢它是短款的，就是这样比较常规的一个长度吧，然后它颜色也是比较浅的嘛，就是之前那个是很正的卡其色，然后这一件就是它属于米白色，然后偏一点点灰调的感觉，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显得特别的温柔，然后特别的气质。它这个呢也是袖子这一块有一个收紧的，然后它下面也是有腰带的，它的腰带还挺长的，就像这样子可以把腰带系起来也可以敞开穿，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看的。然后这件衣服呢下面比如说搭配牛仔裤啊，我觉得也可以比较那种修身一点的牛仔裤，或者说里面搭配裙子，就像我这一次搭配的里面是这样一件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碎花连衣裙，这个裙子它是蛮长的，就是到我小腿中部的样子，就是比较长的一个长袖款的连衣裙。然后它这一块呢就是有一个收腰，它是松紧的，就是腰线会比较长，也会显得就是胸一下全部都是腿的这种感觉，就拉高我们的腰线会显得很显高嘛。这条裙子而且它这个碎花的感觉是我很喜欢的，就是很温柔的这种颜色，底色是也是这种米白色的，就是比较浅的这种碎花裙，我觉得搭配在这里面还是蛮呼应的，就是比较的温柔，然后日常比如说你上班呢、上学就是出去玩穿，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如果说就是里面不喜欢穿这种就是太娘太仙然后太淑女的裙子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搭配一个像半身裙，就里面随便穿一个 T 恤，然后下面穿这种半身裙也是挺好看的，就是会稍微没有那么的温柔，没有那么的淑女，就是它也是个裙子，我觉得这条裙子搭配这一件风衣外套也是特别合适的，就颜色你们看很相近，有没有都是这种浅色系的杏色的，然后上面呢它是这种素叶的这种就是花纹，然后它整体这种鸭舌型的，就是它也是这种像竖条型的，但是它是不规则的一个鸭舌型，我觉得就是还挺好看，就是这种乱中有序的感觉，就这条裙子的话也是比较显瘦的，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因为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就和一般的小裙子嘛，而且这条裙子我们上面搭配一些 T 恤啊，纯色的衬衫什么都特别好看，比如说像这一件衬衫，这个也是我接下来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件白色的衬衫，这件白色的衬衫呢它其实它不是纯白色的，它是有一点条纹的，这样能看到吗，上面是有那种条纹的，然后它这个条纹上面是有一点点就是像丝线一样的感觉，有一点闪闪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然后就是它这个领口这里，就是它这个领子，它不会像那种兔耳朵一样那么的有造型感，然后会可能就是太可爱了，然后搭配的风格上面会有点局限，它这个就是有一点尖尖的，有点小小的，就是一个不太一样吧，但是它整体还是一个比较基础的白色衬衫。白色衬衫的话我觉得在春夏都是特别好穿的，比如说外搭内穿都可以，然后这一次我就把它做一个小外套来穿搭吧，就是里面配一个像这样的比较简单的一个黑色的一个吊带，针织吊带，然后下面呢就会比较的复杂一点，配了一条像这样的裤子，这是一条就是民族风的裤子吧，可能就远看会有点像睡裤，但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看，就是它上面这个花纹以及它这个颜色都是饱和度很高很浓郁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出去玩啊，或者说就是拍照或者说旅行，我觉得这样的穿搭都是蛮好看的，而且这条裤子特别的舒服，就手感特别特别好，然后下面有这种扣子收脚型的，就是这种小的就是这种
脚口，给你看一下，这个也可以稍微再缩小一点，因为它做了两个扣子。然后这一套我觉得本身的话就是比较的适合出去玩拍照，然后呢也可以搭配像我之前说的那个红色格纹裙子，就搭配在里面，我觉得也是挺活泼的吧，就是白色和红色也很搭呀，然后它本来就是白色和红色格子的一个相间的，然后搭配这个我觉得也是挺好看的。好，那今天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如果你们有什么喜欢的店铺，喜欢的风格都可以通通告诉我，我可以多做一些尝试，然后就是展现不同的风格给你们看，一定要记得弹幕留言告诉我。那我们就下期见喽，拜拜。